我们在吃早餐，现在在威士汀的早餐，我们要去看鱼了。你要去看鱼吗？走吧。刚吃饱，今天早餐还蛮好吃的。不想去，没有人，只有我们的海鸥馆。海鸥馆哦，今天我们可能晚一点会去海鸥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这边就是他的早餐，整个早餐这一区其实还蛮丰富的啦，而且蛮符合台湾人的口味，其实不错。这边还有水饺，好，我们要离开了。然后这一区是柜台，还有饮料。威士汀其实蛮美的啦，哦。有人在喂鱼吗？哇，好多小朋友在喂鱼哎！哇，这边有好多鲤鱼哦。它一走出来，有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好多鱼。好多。那些鱼不会吃面包啊？什么？那些鱼他们都不会吃面包。对啊，一般来讲是。有吃了。有吃了。这种还是不要喂面包会比较好啦。对啊，因为喂面包会污染那个水。对啊，有一个小朋友在喂面包，他们逛一下，走啊，走这边看看好不好？这边有一个小花园的感觉啊。我告诉你，要看那鱼是减肥的，这些鱼都比较胖，超大的。超大的吗？哇，他看到人过来，他就跟着过来嘞。对，他就要靠近。哎呦，你要小心啊，等下掉下去。阿优铤而走险，很像蜘蛛人。你等下跳下去，你就整个湿掉了。真的很皮，他想要把刚才人家丢那个面包给他放下去，然后去偷捡了一块面包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空中花园就在这里，很美，非常的美。他没吃吗？很多小朋友在这边。不要啦，今天好像没有昨天这么热，昨天打板很热。那其实这间早餐呢、啊、其实用餐的环境很好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个缝，就是在这个后面用餐。阿优在当蜘蛛人 Spiderman， 好怕掉下去。你会掉下去，我跟你说我会掉下去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个花园哎、欸，阿优，你要跟我走一下花园吗？他这边是有点像有个花园，这边都是威斯汀的私人空间呢、啊。我们逛一下这个花园。大便味。有大便味吗？臭臭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有那个臭臭的味道。这应该是他自己私人的空间，是没有对外开放的。欸，很少说。他没有，我说没有对饭店以外的人开放。他说这个是逆流的瀑布，欸，逆流的瀑布，我们看一下。他可能是。有逆流啊。对啊，没有逆流，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逆流是这样。逆流就是你那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垦丁，不是去屏东，有个水往上流，那个很恐怖。你有印象吗？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逆流的瀑布。我们再逛逛好不好？有一次就是水超大的，然后差点冲下去。哦，不是那边啦，水往上流是。它就是水，你看起来它好像是水从低处往高处，那其实它是用它的落差。哎，这边可以直接走过去哎，所以我们饭店有直接旁边就可以走到那个空中花园。哎，不是空中花园，是另外一面。对啊，我们要不要先，然后？这边有一间咖啡店 Donuts， 就是如果没有订饭店早餐的，可以考虑这边就可以有个咖啡店，很近。好了，
它在这边啦，很漂亮，非常的美。我们走回去吧。哇，乌龟！哎呦，乌龟，好可爱哦。乌龟就代表等一下要地震了吧？等一下不会地震了。哇，这边有乌龟 ，turtle， yeah， so cute。turtle。turtle， 哇。他才跑蛮快的，这边有个日本的小朋友。他吗？我的姐姐说乌龟在地上跑的时候就是要地震了。真的吗？我们再往中间走好不好？看看。你还要看乌龟吗？阿优真的很喜欢看这些小生物。他走路好 Q 哦，他走路很快。对啊，很少乌龟走这么快。这个乌龟的品种不知道是什么，他很好奇耶。然后我们去找妈咪说这边有乌龟。好，我们去跟妈咪讲。他也跑不了很快。走，我们来逛逛，蛮不错的。饭店后面居然有一区这样子，有乌龟，可以看那个。记得刚刚好，所以这边。这里。哇，很舒服，刚好这个天气也很凉爽。哎呀，阿优，你真的很危险，跳下去很皮耶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，很危险耶，真的是。算了，我觉得我只能多念两句，我是控制不住他的，就是这样，偶尔念一下，还是要尽一下父母的责任。很少饭店有到什么，就是有个后花园的感觉，东南亚比较会有。哪边有逆流？没有逆流啊。我们刚走路啊。我们刚才不是从这啊？是我们回饭店。饭店这里啦，我们再走回去啦。从这里也可以啊，这里是吃早餐的地方啊。那我们吃早餐去吃。吃早餐在这里 ，OK， 走。错了。走。我们现在要走回去，然后那个路口是，就是吃早餐的。可是我们想说还是走原路，然后我现在后面。跟了一个脸很臭的警卫，有够臭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很非常的不友善的感觉。对，他一直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们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阿优，等等我啦，你走太快了。我走不动，我老了，完全不想理我。我真的不晓得那个警卫为什么脸那么臭，真的。好，走了走了。妈咪不晓得出来没？等我啦。哇，这边真的有点臭臭的味道。先走回去。怎么了？等我啦，等我啦，我来不及了。好，饭店的入口到了，我们走回来了。新鲜菜林不晓得还在不在。这一区就是吃早餐的。看一下，他都还没有收啦，因为其实算10点了，可是因为大家用餐
都很晚进来，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大家都在外面等。好，我们运动回来了。刚才看到乌龟，有乌龟，被乌龟爬的超快。它就是乌龟。它就是，可是就是那个身形有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很快的乌龟。对对对。其实他们这边就是跟马里奥一样。而且它这个，它我觉得它等一下会有翅膀飞起来，变飞天神龟。对，然后呢，它如果碰到，就啾啾啾，它就变形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而且你可以踩它一下，它翅膀就不见了。完全不想理，姐姐脚放下来了，难看。那你找我们去看。走吧，走吧 ，Let's go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吃的早餐，也不是啦，就逛逛，拜拜。